บ้านเดียว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，从不回头，也没有悔恨。经过多少风风雨雨，流过多少委屈的泪，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。没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人，感谢所有爱我的人。感谢所有宠我的人，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，从不回头，也没有悔恨。经过多少风风雨雨，流过多少委屈的泪，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。没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人，感谢所有爱我的人，感谢所有宠我的人，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。Hello，进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好，今天我跟我哥从家里面把这个大米大谷搬到县城去打好啊，越打好拿去卖，换一点家用嘛，因为也快过年了，咱们家的话又没有什么收入，也没什么经济，因为我们家这边的话没有通路啊，全部是这些泥土路，然后我们要拿到街上去等车，一代一代的回到街上去，从这里到街上的话也特别的远，这一代的话已经是第四代了啊，我跟我哥加起来已经八代了，还有八代没扛。是我妈妈这年纪也大了，奶奶年纪也大了，身体都不好，就让我哥跟我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米拿到县城去打，打好了至少能换一点家用，补贴点家用，因为咱们家的话一家就四口人，就我跟我哥哥还有妈妈奶奶四个人，因为我爸爸今年生病不在了，家里面的重活就靠我跟我哥了。进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不嫌弃咱们两兄弟的，给咱们两兄弟点上一个双击加关注啊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一个有梦想。